know I'll never be the apple of your eye. 走，吃完吃过东西吗？我要喝中药。你身体是啥毛病啊？吃过中药？身体没啥毛病。啊，抓紧生孩子啊！啊！我今天还要去卸指甲。哎，怎么卸啊？要找一家美甲店。你不用，一会儿你拿错我就给你错了。直男。嗯，啥？老黄太来劲了！天哪！干嘛？干嘛？帮你卸指甲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夸张了吧？真的假的？那你先找一个试一试嘛。好吓人啊！好吓人，好吓人！我感觉还把我手剁了。不行，太厚了，刮半天都没反应。那我换一个弄法来，削。